系咪撑政改？陈奕希话宣传片表达咗啦。任何发明同埋设计喺开始嘅时候都未必系十全十美噶。星之子陈奕希拍完政府个超错宣传片，喺网上讨论区俾网友系咁闹。佢寻日出席商场活动，介绍自己嘅世界杯新发明嗰阵，梗系有记者追问佢反应啦。点知？我都系想讲，保持沉默，费事讲，讲多错多。点解会保持沉默啊？哇，仲不知所措添。咁你系咪支持政改方案先？我想表达嘅嘢都喺宣传片嗰度表达咗噶啦。咁其实我都冇睇过有啲咩反击噶，因为我都冇上过啲 forum 咁样。现场两个公关即刻帮口。系你自己应承落翻呢个方案？我谂呢个问题真系好敏感啊，唔好意思，因为毕竟佢都系个学生啦，希望大家体谅下。边个自拍都话敏感？